多多节日嘉年华，热气球星空漫游。哎，各位同学，热气球节咧即将举行，今次测验最高分数嘅四位同学，可以有机会喺当日坐热气球星空漫游。哇，系我坐就好啦。最高分嘅系100分嘅小狮子同学，99分嘅猫咪咪同河马丁丁，最后一位系98分嘅哇啦啦。耶！兔豆豆，你做咩唔开心啊？我测验得97分，我冇得坐热气球啦。唔紧要啦，你下次再努力啲咁咪得啦。系。90、93、96，真系奇怪啦，点解会咁嘅？可能系老师一时匆忙加错分啦。我原本只系得96分嘅啫。唉，但系如果话俾老师知，我咪冇得坐热气球咯。我应唔应该讲出嚟咧？哇，下边嘅风景好靓啊！系兔豆豆。兔豆豆争一分坐唔到热气球，好可怜啊！哇啦啦，你冇讲真话。河马丁丁，你使唔使就得咁夸张啊？好羡慕你哋啊！你哋玩得开心啲啦！哇啦啦，你仲唔上去？气球好快就升空噶啦！等等啊，我有啲嘢要同大家讲噶。兔豆豆，对唔住啊！其实我将测验卷加错咗分啊，可以坐热气球嘅应该系你，唔系我。哇！多谢你呀，哇啦啦！哇啦啦！你能够讲出真相，宁愿放弃坐热气球，系诚实嘅表现嚟啊！为咗奖励你，我决定帮你实现坐热气球升空嘅愿望。真嘅？哇！个天空好靓啊！多谢你啊，智多多。诚实正直好品德，朋友爱戴人尊敬。